我叫 Paul， 我喜欢画画，画本上记录了我许多的小故事。我三个月大，父母就离婚了，被寄养在东北农村里穷苦的奶奶家。在我成长过程中，常常感受着生活的艰难，但看到别的孩子都有父母时，我就想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凭什么没有？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对他充满了怨恨，我自杀逃离，又努力去面对，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心里的苦毒。青春躁动，我常常和热血的少年们打得头破血流，我觉得那很爽。我愤怒的拳头可以打倒别人，可以保护我脆弱的心灵，因为心里有一个硬伤，无法愈合。后来有一个机会，我到北京读书，偶然间参加了一次教会的活动，我的人生开始有了奇妙的改变。每次在教会聚会，我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关怀围绕着，大家对我都特别好，如同父母亲爱孩子一般的爱，我被这种爱击倒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。我也尝试去爱别人，开始参加教会的服务活动，去帮助孤儿院的孩子。我要把我得到的爱也分给他们，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明白他们的创伤。我逐渐融入北京的生活，我不想再去触碰那个伤，就让他永远埋藏在心底，因为母亲对我来说早已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词了。上帝的爱每日都与我同在，我的心充满了喜乐，但有一天，一个突然的消息却一下让我陷入僵局，不知所措。我的妈妈出现了，她消失了整整18年。我曾多么的渴望，却又最终绝望。我挣扎了好长时间，还是决定回东北农村去看看。依旧是破烂的小平房，一开门，一个陌生人躺在那儿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拼命地对我笑，然后爬着过来迎接我。他的双腿不能用，是残疾人，我猜到他是谁。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我母亲的样貌，唯独没想过会是这样。我的人生真滑稽。我觉得他很可怜，却又用仇恨的眼神看他。多少年，因为他的离弃而埋在我心里的恨又涌出来了。但我又很矛盾，因为我信耶稣了。上帝不仅原谅了我曾经的过犯，还很爱我。
所以我也要原谅他。这是上帝的教导。然而，这对我来说又太难。18年来，他抛弃我，从未养过我，我凭什么叫他妈妈？凭什么？是叫了，跟他说过去的就算了吧，以后开始一个美好的生活。其实我知道这根本是我对自己撒的一个谎，因为我的心无法释怀。一个月以后，我重新回到了北京，我辗转纠结，无法面对现实，但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查经学习，不断地跟神祷告。我就这样持续地向神呼求祷告，我就尝试尝试再尝试，因为我知道全心信靠主耶稣是没有不能摆平的事。我一直祷告要把自己那点东西放下，我无数次地跟自己争执，灵上的争执，最后终于善的灵赢了。我真的很感恩，我的信仰使我里面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翻转。我也一直在思考，其实人并不是平白无故就来到世上的，每个人的出生都是有原因的。无论我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父母贫穷或富有，健康或残疾，对我来说，他们都是我生命的财富和至宝。我不能改变他们，但我可以为他们而改变自己。母亲节那一天，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，告诉她，我永远都是爱她的。